我们要抗议那个政府哈、哦、黑箱作业哈、哦，他要就是要招标这个光复路、建民路、柳州街，哈、哦、那个地上物的招标工程，在4月17号，他要把它拆除。我们觉得我们屏东县政府很不应该，因为我们1月29号我们去台北总统府陈请、行政院陈请。他们都没有跟我们讲说这个工程已经在进行中，而且他黑箱作业是因为这个土地的征收还没有完成，还没有完成公告。好，那我们的居民4月17号才收到这个公告的通知。好，那这个公告也要1个月完成之后，如果他要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招标工程，这样子才算合理。啊，政府安尼看歹看跳跳，啊，时间跳过来跳过来，厝阮家己的时间咧互伊拆，啊，毋着讲个理由出来，讲到阮欢喜啊，啊，无我咧家己的厝时间咧互伊拆，啊，规身有病咧，啊，无做到人个奖，啊嘛啥个做，啊，毋是一日找恁去，因爱五钱通个领，啊，欺负阮咧地家产咧百姓，你想安敢无利益咧？政府敢无利益啊？敢袂替阮想伊啊？啊，选这个政府要用啥？希望咱大家哦，爱有良心，爱有同理心。你有看阮做甲要死的，对少的，安尼细汉的做做到怎嘛？啊，老一辈出来安怎？啊，来咱听下，看要安怎？我们不是抵触户，我们不是抵触户，大家的房子，大家的土地。都是60、70年前，这人力、这受力、这工做起来，我们会较愤慨。第二呢，这政府要做这铁路高架化，我嘛无收到伊环评计划，告诉我们说要做铁路，阮是5、6年来拢食遐灰尘。我常讲的，官商都可以分红，百姓吃灰土，他没有做环评，也没有告知我们环评。关第二点呢，都市计划也没有告诉我们要办听证会。哎，问这阿伯阿姆，到土地征收，我大方啊怎样？这边的发言人都说我们是抵触户，谁是抵触户啊？他抵触法律都没有讲，所以我们大家都在抗议。2月7号，议员陪我来见我。他还敢说1月30号就要绝标拆我们的土地，喷标处理啊，喷包处理啊，哈，还对我们讲说你们的土地还可以留，还可以拼一下啊，我来跟政府拼，靠我的土地哦，较早的土地是安尼，欠钱内多，靠这個土地，即摆政府是安怎？这個、政府就你阿伯是国宝级，80几岁安尼，伊也不偷也不抢。我们都是一样的，红基长的背身。为什么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劳力，靠我们自己的体力，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赚钱，才有一个可以顶天立地的地方，有一个可以生存的空间，竟然要把我们夺走？实在是太没有公益性了。纵使你要有公益，就不会长讲的。你公干的时候，我们也没有听证会。我们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张纸下来，一群人到房子里面凹，然后那个红外线点一点，好记录一下，然后就走。这样子对得起我们吗？哎，馆长，你做干嘛的啊？你不做过拜佛啊？讲你要好好啊，甲百姓吼好好啊协调。你不做佛，讲足好听啊，讲要协调。你是啊，讲好你的，见拜人无，
协调谁啊协调？你协调你上无，你爱出来甲百姓面对面来协调，吼、哦，看是要安怎行。你毋是，阮想讲去总统府，吼、哦，总统府伊的回文啊，讲甲因拢无关的，吼、哦，去新闻行政院内政部，伊尾后回啊，讲甲因拢无关的，迄是你管政府的管的。我今仔今仔最近收到的，我今仔收到的上新的内政部的回文讲，即种的拄跟对无，拢是你管政府。可是我来来找馆长，馆长讲，馆长你讲要替阮想办法，啊，你要替阮想办法上好的，还是顶馆讲总是你管政府的问题，你管政府决定嘛，对无？你管政府哦，管无人情绪活动 OK 啊嘛，伊莫干呐，哦安尼啊提啊提去，安尼上啊吼，塞去，安顶馆啊，我有回问啊，讲总甲伊无关的，拢是你管政府的问题。对无，你管政府真正有生意的时阵，哦，你也教阮协调，看是要安怎，哦，看是要多跟要提出，哦，你莫就是阮的土地，因为阮住遐，阮是土生土长住遐的人，对无？对啊，你上好是帮阮争取，互阮搁继续伊啊安置落去。人百姓也艰苦安尼，阮也是遐生活呢。我为着要来抗议，对无？我做一个小生意，我怎个袂出去？我等抗议了，我搁爱倒去准备，到我倒出去，是毋是？恁馆长甲公务人员，恁等下底安量细，找恁去后怎样用诶？伊也看恁百姓是安怎样诶？啊，以心比心嘛、啊。现在光复路、柳州街、建民路也是要这个样子。他们就先要跑完这个程序，然后呢，等我们大家都不注意、不知道的自觉之下，他就说我们都合法了，然后呢，他就已经找好厂商了，要准备来拆除我们地上物。我觉得很不公平啊！我们是拒绝私有土地被分割啊！火车站已经有七甲多地自己的公有土地，他不用，他要做法定停车场，然后再来拆民宅来当道路用地，这个对底层底下的居民是情何以堪呐、啊？那个谢谢议员，还有我们今天住这边的关心哈，对于这个道路拓宽的关心哈。那我在想，我们做的这些行政程序，就是我们道路的一个相关工程的一个招标啦，或是采取的招的那个工程的招标，其实就是配合。整个行政的一个程序来作业哈，并没有说哈，就是啊特地在什么时段就做了什么事情，或者什么时段要去做怎样的处理。但是我对相关我们的乡亲，就是我们的这些涉及到道路拓宽的这些住户们，我们啊县政府呢，当然还是会再加强沟通。